而且就是一个菜摇出来就是不行，这就是善报，就是我们特牛逼的时候就要发心，就是我们牛逼，就是说最起码你还没到绝境特迷茫的时候，不在十字路口说还有人帮你的时候，最起码就算我们也难，但是还有人能伸出手帮你来拉你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要不断的发心，就是哎，累积善缘，累积善报，让自己心量广大。那个时候你就永远走不到绝路上，你就说永远就算是觉得哎呀也没啥也不想做，但是你总觉得有漏，哎，就像有的人其实他啥也能做，但就是没漏，就自己在心里就把那个漏封死了，就觉得好像天白茫茫的，就像一条路也没有，就那种。自己堵死的，自己心封闭了，就说你做不了啥，就像我们也很贫穷，或者我们也啥也付不出，但是你心，你就发心也起作用，就老发心说，哎呀，等我转过来，等我能做啥，我一定能帮很多人做事啊！你这就发心就起作用，你不见得你真的做了啥，但一旦你做，你当然到了一定程度，你就会有能力帮，你就会做。但是除了不连这心也没有也不行，你发心就有人帮你，就你发那个说是救度别人的心或者是什么利益别人的心，哎，那个功德就赚回来了。他其实发心往外发的时候，他就回到你这儿了，然后别人就发心帮你了，就哎。还有求学，当然说每个人，如果你修正佛法，还有一个就是，当然也要看因缘。一个是因缘，一个是自己就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重。你要成道的话，你就还有面子，要很在乎面子啊什么的这些，就多求人，知道吧？你求人家帮你，就你要修行，你修行你肯定要你走不过去了这个坎，你就要懂得求师兄们帮助。哎，你我走不过，你能不能帮我？多问人家，多求。不要说哎，我面子啊，什么还很在乎啊，什么我走过不去，我也不求你，我还什么那谁要面子活受着？就是那些，但是你的目标是为了成道，你不是在世俗法上，你是为了成道，那就啥也不怕，往前走。他不帮是不帮，没关系，他求的少，但是你求了，人家不帮，就不要抱怨，那就是缘分。有时候去一个地方走走，他突然就打开了。他也其实他不是说，他会问你说你去没去什么地方具体到，其实你就去，你就在那转一圈，哪怕你待，你心就突然就找到方向了，也许就留下来，也许就走了嘛，是吧？他就说，我去我又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我去那干啥呢？其实。他就是特殊的因缘嘛，那些他也许去了就有了嘛。很多东西哪有你，我们总是要提前预料到很多东西，你就是很恐惧嘛。你要去哪，你就是提前我去哪干啥的，我去哪一定要找个朋友，或者我有什么，其实不需要的，去就去了。如果你能力足够的话，去了再说了。很多东西去了才发生的，你不去怎么能发生？很多因缘是去了才具足，不去永远具足不了。但是我们尤其北方人就很多，就是我去我干啥呢？我主要有个事儿嘛，我一定要在头脑形成一个，哎，我的规划。没这个规划，我去就觉得寸步难行。其实也不是西方人对中国的，他是先去了我想做啥就做啥。我去了一个地方，我发现没有，甚至他去的时候都不知道有这个地方，但是他走到一个地方他就停下来，人家也许就在那儿就是安居了。如果就是先打听那个地方好不好，有没有先要在头脑规划很多，然后呢我再去，就是当然这样稳妥，但是这就是思维方式，就是，但是就不可能说走就走，他谈不上那个说啊我去再说，就主要做很多准备，就是这样，就发现不了新大陆了。哪有呢？你学打听好的都是别人知道的，但是别人不知道的，你永远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，是不是？他们，但不见得他不知道的，你不知道，你去发现的永远是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的，你永远准备不好。反正你要是准备在这个世界上转悠的话，真的有时候死就死了，哎，啥都不怕，你怕啥呢？他说凭我们的能力还能死在哪儿？就啥也不怕，就是那种，啊，冷就冷了，热就热了，死就死了，活就活了。带些简单的医药，什么简单的成就下去哪去？就是从我们现在就要培养这种，就像我们5、6十岁，当然说有的身体实在不好躺在床，要这种身体那么棒是吧？我去哪不行，还养活不了自己是吧？我还哭鼻子嘛，这哭鼻子，我觉得你还说有啥迷茫呢？你说他就是这种思维闭塞，嗯，你就开导他1、2天，开导不行。他要是西方人那种背上包就流血，背上包他不可能这种就要哭啊什么，觉得没漏走啊，觉得迷茫，他没有就这种思维打开，他就地球这么大，中国这么大，你才来了都，这是珠海都这么大。是不是？你说我还要留在中国，哪块就没你的吃饭的地方？是不是？是太简单了这些事情，嗯，留在哪儿都太简单。但是我们就是那种思维打不开，嗯，就觉得做事要求别人啊什么这些，真不是，就说不需要你筹措，不需要你去顾虑，不需要你流利的事情，就是。就不需要人帮助的时候，你一个人就搞定了。50岁的人绝对能搞定这件事了，就搞不定。然后很失望、很绝望的，走了还哭，你说，地球这么大，在哪也能生存。要是你病了就不太好，但是你得有人照顾，你不病怕啥？天涯海角背着包，在哪能活？只要有人的地方更能活，没人还能活呢。没人还有个地鼠啊，有兔，有个。挖点人参都能活，地上只要有吃的有，那怕啥呢？野外还生存呢，人家就没有那种感觉，就不会迷茫，知道？这就是那会儿老师没给我们上课教好。我们上学的时候，老师要先教我们在地球上生存的能力，讲什么那些理论什么的，就是你怎么生存在地球上？你不是生在地球了吗？所有的生存能力先讲好。然后再讲你在地球怎么安居，安居要有工作要什么，怎么样去赚钱安居，那是理财，理财根本有时候跟生存都没关系的，你赚钱跟生存没关系的是吧？有时候你有钱你跟你生存，你在一个荒岛上你拿钱能有什么用啊？是不是？先生存的能力，调节心态的能力，然后才是赚钱满足欲望的能力，理财的能力。啊，钱生钱啊，钱生钱这样子操作，剩下就是跟人打交道，这关系嘛。我觉得教孩子都得教这些。其实别人也不在乎你有没有文化，你自己在乎。其实说句老实话，别人只问，别人最在乎的就是你爱不爱他，就这么简单。最在乎的就是人与人，咱们俩人看见了，你还管我有没有文化，是管我说，哎，我喜欢不喜欢你啊，是不是？这是第一个关心的，第二个慢慢关心，你才关心这个人。哎，如果是我，就是又长得丑，又没文化，又啥，我喜欢你，你也不喜欢我，或者是什么，就是，但是他也不会讨厌喜欢他的人，你拍他马屁，他会不喜欢你嘛？然后呢，慢慢的，哎，如果你再有点修养，有点涵养，这就大家能做朋友了。做朋友还需要文化嘛？说来说去，文化就没用，好像。上学上哪去了？我觉得最起码到了50岁，你看这些能力缺没？能有文化吗？生存能力、社交能力，啊，这些生存，然后理财能力、社交能满足，理财不过就满足欲望，钱就是能满足欲望，还能干啥？是吧？然后关系处理关系的能力，懂得爱与被爱，能够珍惜缘分，不就这些吗？到剩下就制造汽车啊、火车，那就是个才华了，就是你会不会做这个，会不会做这个，那是个，这个是技巧问题，你学就行啊，慢慢1年学会，学2年呗，就上大学学的东西，剩下就没事儿了呗。这些全没学，然后背了一肚子书，然后剩下就是看咋成佛呗。这么多时间，就剩下就考虑成佛的，因为成佛生世搞定了。自在呗，你看上学其实应该学的就这些，不应该学的好多东西没用的，然后弄得我们40、50岁迷茫，教错了，知道吗？老师教错。哎呀，我们还是要不办教育吧，我还是我收揽起来先教这些。哎，我们小时候没学，你看这傻我了。你看到50岁还哭鼻子，是吗？学了一堆的血。对呀、啊，他从小老师要这样教他，他怎么可能？他又没病没这身体那么糟，他怎么可能为了一些？哎 他又不是说为了求道，老师拒绝他，不是的，他就是觉得迷茫。